前面有口袋，后面一样有口袋。那整件呢，重点是它虽然腰头的部分是正常腰头，可是你看到 Kiki 这样穿还是有一点空间，因为它面料本身就是做弹的。然后大腿弹没有，不用担心。然后小腿弹，裤脚也都是弹的。然后再来里面的这一块就是做磨毛的，有看到吗？它是磨毛的、哦。磨毛呢，你想要这一那种裤型，然后穿到这么瘦，真的比较难一点，可能会在有些都会比较放大一点点。可是这一件真的很显瘦，那好穿是一定要的哦。你看它弹性松紧。松紧弹性真的很棒，现在活动1212的价钱440块，尺寸的部分呢 S 到 2L， 然后裤长的部分我168穿是刚好会露那个脚踝，是大概9.5分，蓝色的裤子配到玫瑰金，它这个是包到整个高腰肚子啊，然后这边的空间又够，所以肚子这边都是舒服的。冬天不要总是要一直穿男友裤，贴腿的塞靴子，而且穿上上宽下窄的感觉好不好？